出去等吧，不要在这儿影响我们。宁采臣如何就是妖邪？烧吧，烧死那叛徒！好，好，好，停，停，停，我们村民那个刁蛮的感觉要出来一点，我们烧吧，烧死那妖邪，那种气势力量出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一下。师姐，我先去喝口水。去吧。 你好，我是你们的化妆师江小媛，方便跟您聊聊人物吗？人物剧本上不都有吗？对，但是剧本上那些……哎，你别闲聊了，赶紧回来排练，一会儿还要上班呢。来了来了，来，大家准备，你出去等吧，不要在这儿影响我们。 有时间跟我聊聊人物吗？你就是那化妆师啊？哦，你明天可不能这样了。我们排练的时候，你把人叫走，这很耽误我们排练进度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想在设计妆容的时候跟你们人物更贴合一点。你帮我看看这个行不行？这你新画的？哦，这个不太准确。我建议你呢，回去好好研读一下剧本。我们排练没有安排休息时间，更不可能匀时间给你。 明白吗？哎，你们今天就排了4个小时，到点了，一个一个都着急要走。崔经理说了，这次演出对你们来说很重要。那既然这么重要的话，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在这上面呢？多花点时间干什么？陪你聊天啊？全世界都得围着你转吗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。 小袁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崔经理，你不是说你们剧团快解散了吗？既然大家都指着这次比赛拿金奖呢，那干嘛不能破釜沉舟的努力努力呢？你说的是他们去兼职的事儿？